我很骄傲，现今55岁的我，时间由我掌控，经济独立。很多人都说，老师、讲师是个崇高的职业，令人尊敬的职业。在我加入家康里之前，我是一名讲师。我常常看着刚退休的同事们，还为金钱烦恼，担忧还在上大学子女的学费，所以我决心改变，寻找事业商机。我只服用了短短6个月，我已被家康里产品感动。我感觉我比以前更精神，有活力，皮肤状况也改善了。我开始认真了解家康里公司背景和产品的质量，发现家康里产品安全、有效、环保。产品至今有104年的历史，公司也有63年的历史，所以真的是历史悠久。我下定决心冲刺家康里事业。因为一个良好的企业需要好的产品来推动，而家康里完全符合。我在家康里已有15年了，我从没想过会踏入直销这个行业。至今15年后，我从不后悔踏入直销这个行业。我真的非常的感恩，15年前我做对了选择，从事家康里事业，因为这是一份充满爱的事业，在帮助很多人获得财富与健康同时，我也成功了。家康里更值得感动、骄傲的是，你辛苦奋斗经营的事业，可以传承给你的下一代，而我妈妈和弟妹们就是很好的例子。家康里值得你拥有，不是你能不能，而是你要不要。 My name is Kelly Law. This is my Shackley story.